哎，陆银仙子，给我留点面子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不知我当初那几进来，怎么没见过龙君？可能在睡觉吧，龙族一觉能睡几十年，我也是正巧最近才醒。最近？那你可否见过前段时间进来的三位修士？ 谁记得我们进来多久了？天煞的恶龙，不就是不小心泡了一回他的冷泉，竟硬逼我们留下来做苦工还债，打又打不过，逃又逃不了。看吧，没有缺胳膊少腿的，我对他们还是很好的。老祖，坏了，我出现幻觉了！林凡，完了，我也有幻觉了。 这幻觉还能共享吗？不是幻觉，我们来救你们了。太好了！啊，造孽啊！人无事就好。啊，对了，你既然在太虚这么久，应该知道一步登仙的传闻吧？那个是我派人传出去的。太虚凶险，没什么人修愿意来。有时候睡醒，我需要几个苦力来帮我清理洞穴。 人修的法宝八卦也都是好东西，还可以顺便打听打听外界的消息。所以你就传谣太虚有登仙的消息？所以你就利用猛拳钓鱼执法？揍他！轻点儿！哎呦，我真的是一条好龙啊！除了这些歪主意，我就没做过其他伤天害理的事。哎呦，痛痛痛啊！你不伤天害理都这样了。 若真伤天害理，那还得了？今天势必要给你一个教训。天雷！哎，别劈！我知道太虚最值钱的宝贝在哪儿，老子劈坏了就找不到了。这条恶龙所有已进入名录的宝贝里，确实没有他刚刚所说的那个卷轴，应该是还在他没有整理的宝库里。你一条龙倒是挺爱打洞啊，不过既然是最值钱的宝贝，为何你不随身带着？ 反而搁置在一边，不是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吧？不敢不敢，我怎么敢打其他主意？这个宝贝珍贵是珍贵，可惜对我来说实在看不懂，也用不着。我想以您的聪明才智，才是能最大发挥它用处的地方。这么神秘，希望至少能抵得上我一张修为复制卡的价值。嚯、哦，你好东西倒是不少啊，这甚至比得上大宗门的宗门宝库了。 活的久，总有几样好东西的，几位有看上的可以随意取。花钱消灾，花钱消灾呀！啊，你们三位也可以随意，就当这段时间的赔礼。当真？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我要那瓶驱魔丹，之前瞥到的时候我就心动了。那将领藏身我的了。先误会你了，你果真是这个世上最善良的龙。不客气。 花钱消灾，花钱消灾！哈哈，我的宝贝们，哎，还好我还有几座宝库藏着。嘿嘿。山崩，难道是你把这座山挖空了？臭蛇，出来打架！不，应该是那个女人醒了。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我知道你在家。四麻雀，你醒的挺早啊。受潮月到了，每天吵死了，我猜。 你肯定也吵得睡不着，怎么，这次居然钓到了这么多人修，收获不小啊！这位是，我的死对头，常年在太虚南端的梧桐林，本体是一只火凤凰，我俩因为活得太久，又同时神兽族，总是看上同一件宝物，久了就记下了死仇。你对你的俘虏唧唧歪歪说啥呢？大胆，这可是我尊贵的客人，嘿嘿，这可是你自己找上门的。 仙长，这只麻雀对您这么出言不逊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我这就给他一个教训。看招！<笑>就这？啊！<笑>我不敌这只麻雀，让仙长见笑了。你还能演个再假点？没事，龙坚强，交给我吧。龙坚强，虽然知道这条龙在祸水东引，但看在收了他保护费的份上。 帮他教训一次火凤凰也未尝不可。正好之前用的那张一日修为复制卡，我们到时间试试心得的功法。
这就是你说的，欲要证明主君，先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现在够了吧？还不明白吗？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。从今天起，朱烨我就帮你开启修为，选一把。我是世上最强的剑！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？我要吃了你！人类，借你小命一样！不可能，你已经和凡人无异。不，饶我一命！接下来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。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，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入不了的人，竟然敢不崇拜武家王城！白墨淘汰，下一个，系统，使用一次盾步机会。用武测量了。身为魔主亲子，纵然第五层又如何？我圣玄宗不收，那就继续。真的，你让他九层六去了。 秦羽啊，秦羽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？赵殿，李清河，秦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你二人血债血偿。秦羽，你的修为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 那我真正意义上的能耐吧！师兄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系统检测到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。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六魔头，开始新的冒险。 啊！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！我要退出游戏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